大姐，你来的也太晚了。看来转轮环在这里没错了。他们把转轮环带进城里了。转轮环并非一般流器，只能尽快收回。大姐，你这灵压恐怕还没上去，别人就逃跑了吧？这好办。看来是催动了转轮环，才创造了这些邪物。挡下他的攻击。水身穿过他的攻击，听说城主最近得到个宝贝，可不得了。那有人。城主料定会有贵客到来，命我前来一会。挡下他的攻击，挡下他的攻击。有人。这可不是刘隐大人该来的地方。
为何阿阳会在此？这莫非是仙界？挡下他的攻击，水身穿过他的攻击。看来这是转轮环溢出的灵力。千载之后，孤的时代，孤的千秋霸业，因一女子而改变。孤永远也不会忘了汝之名讳，韩静离。哦不，应该叫汝刘隐大人。奉劝阁下交出转轮环，不得为祸苍生。孤通过转轮之力来到这里，就待如之现身。
这是无相法界。今时之后，孤的天下将千秋万代，百世。